正说起的，给那个心来做相。心怎么想呢？从相来显心，就是这个圆比较是圆一点，相分啊。那心跟见分呢，又合二为一了，就是亲所圆圆。在佛教的名词上，这个亲所圆圆，就是心跟你见跟你这个相分合成为一，合合而有一切相。心与景合，景能显心，心即是景。心生过，种种法生；心灭过呢，种种法灭。与一切法一相共生共灭，这是随缘意啊。说不要去分别心跟景，它有个什么边界啊？有什么界限呢？没有，没有边界的，是共生共灭的。因为一切境界相随心所缘，所以才说心灭过种种法灭。那心都灭了，心所缘当然灭了。所以说心生种种法生，心灭种种法灭，这两个是念念相续，才能住持一切诸法。说万法由心生啊，就是这个道理。但是这个有暂时为有，万法由心生，生起之后暂时为有，它还要灭的了。万法从心生，万法又由心灭啊，心灭过种种法灭。若是我所说的心意啊，有没有形象？有没有能表达？有，有二种相。心本无相，怎么样表达这个心呢？用相来表达，就是怎么样显心这个道理呢？用二种相来表达，有二种相，合者为二。一者心内相，二者心外相。心有内相外相，那大乘起信论讲，这个心真如心，它分二门，一个心真如门，一个心生灭门。一心分二门，那这个在地藏菩萨在占察善那业报经上讲啊，是分内心相外心相，就心内相心外相，就是内心相外心相，也分两种。内心相就是不生灭，外心相就是生灭。那这样说法好像心呢、在外和在内，要这样想就错误了。内相实非内相，心不在内；外相也非外相，心不在外。非内非外，也非中间。所以，为了顾虑一切众生的执着，说地藏菩萨马上就给你解释了，就解释了什么叫身内相，什么叫心外相。一个一个的解释。心内相也分两种，云何为二呢？一者真，二者妄。什么叫心内相啊？有心内的真相，心内的妄相。一个心，一个心所，依着心的离体而起的，这在名词就叫实相。
就是咱们前半部所讲的一时境界。这个真呢，骗于内外，骗于心真如，也骗于心生灭。心生灭也是心，心真如也是心，心内也是心，心外也是心，它的起的作用不同，作用不同。那什么叫真？什么叫妄？所言真者，就解释了。地藏菩萨自己标题自己解释，心体的本相，心体的本相，若如不异，这一相，心的本相，无相的相，如如是不动的意思，不变的意思。不异，如如如跟如是不异的，心体的相是不异的，是清净的，是圆满的，是没有障碍的，无障无碍的。要想见呢，还见不到的，只用义理来理解，微细难见。这个心体呢，骗一切处，它不坏、不变、不异、不一、不二，说一不可以，一不是就是两个了，说两个也不可以，不坏不变，长生入世，能生一切法，一切法所依。能够生一切法，一切法都依这个心体的本相，一切法所依。什么相呢？离心缘相，用心缘缘念不到的，离一切念念不到的，离一心缘，离一念。究竟它是什么样子？虚空什么样子？这个相就什么样子？所以当虚空界啊，跟虚空界一样的，常住的，不坏的，不变的，不灭的，因为它能生起一切法，一切法从此生，这叫心生故，种种法生。一切法从此灭，心灭故种种法灭，这叫心生灭。心真如无话可说，真如是无言语，离言语相，离言说相，离业相，离企业相，离苦相，什么都没有。心真如真是不动，如如不动。但是怎么表达呢？那就心生灭，都是一个心，一个心真如，一个生者心生灭，用心生灭来表达心真如。心真如，因为在地藏王菩萨说的时候很简单，就是一部《大乘起心论》呐，马明菩萨照起心论就是一心二门三大，就是一个心，心之如门，心生末门，体相用。对，三大。地藏菩萨就料啊，地藏菩萨讲的就是心的本，心体的本相，就是体相用。我曾讲这个《旃檎经》跟《地藏经》都是《大华严经》一部分呢、啊，《大方广华严经》，华严经是体会，
大是心田，广是心相，方是心相，广是心用，大方广就是自体相用，佛的自体相用。完了说佛怎么能表现佛大方广，佛的体相用。所以这个地方讲的跟《华经》的意义是一样一样的，同等的。什么是真？心的本相，这每人都有，都具足的。入不上，见不到，还不理解，就自心不认的自心呐、啊，迷了。怎么能理解呢？我举个例子跟大家说啊，我在大陆常常跟他们讲，中国人民人行是中国人，这个人行就是你的。哪个中国人呢到行到人行拿到一元钱拿得到哦？拿不到，但人行是你的，只是有你一份儿。你想有用没有？体是一样的。中国人民银行，中国人民银行是中国人民的，那人民就是主人，开人行的，你到人行只一块钱也不行啊。咱们这个体，咱们具足的，跟诸佛菩萨一样的。咱迷了，没有权，咱自己死掉了，你怎么样有的显现，把你权的显现。心的本体是如如的不异的，前的如是这个法，这一法是不动的，如如不动的，永远不变，永远不异的清净圆满，没有障也没有难，微密难见呐、啊，那见到不就成了吗？就是见不到，一点作用没有。说住一切众生与佛无二无别，咱们跟众生没有差别，那住佛的妙用我一个也没有，能有吗？没有。在诸佛无障无奈，非密微密难见的，一切纵使一切处常识的不变不坏，它能生长一切法，一切法为其所生。这就是觉了，一个觉意含着两种，一个觉一个不觉，都是觉，一个觉意，但是它有一个觉一个不觉，觉者诸佛菩萨，不觉凡夫众生六道众生，同时一个觉，有觉了有不觉了，这个说事儿，属于真者是说的觉意呀、啊。觉悟了就是诸佛，所以心佛与众生是三无差别，就是迷和悟。悟了呢跟诸佛平等平等，迷了呢就是众生，这是真呐、啊，真是不错。妄所言妄者为其分别觉知，
缘虑意想等事，随佛相续，能生一切种种境界。而内虚伪无有真实，不可见故。一个前头讲的那一段是觉，这一段呢可是不觉了。这个不觉的次第很多，不是像这个两句话就把它说了。在马明菩萨造的《大乘起论》，一念不觉生三系，就是三系相，烦恼了，烦恼了，就从无明生出来呢。一念不觉呢，就指着无明说的。三系相呢，就是业相、转相、现相。但是我们从凡夫要断这个三相的时候，到八地菩萨。断现象，九地菩萨断转向，十地菩萨断业相。但你这些要进无量劫了，进无量劫了。这个地方显得也总说了，一个真，一个妄。当我们对一切事物一起心动念。一起分别求知，这个问题你不明白，要想求知道，起心动念，这叫起妄，起妄想分别，觉知缘意，想觉悟，缘念，思量，你有这些个事儿了。相续不断，越想越出，越分别越出，乃至于起业，一造业，业就把你吸住了，善业把你善业吸住，恶业把你恶业吸住，凡是一起心动念，这叫起业，这个业就把你拴住了，你就跑不脱了。你要想断呢，可难了，因为什么呢？它越远越出，它不停地造业，不停造业。等你造了业了，你想再恢复，非常难，非常难。说造业容易，但你要忏悔消灭这个业障。那你付出可就十倍，也许百倍、千倍。现在我们要把我们洗干净，恢复本来的原有清净。因为你多生累劫来呀、啊，积累的业习呀、业障啊，障就障你见那个真如本性的，你要把它刷洗干净。你照不是一天一年两年无量劫，那你洗刷的容易得看你的力量，就像禅宗的顿超直入立正菩提，那不是正菩提啊，那立正菩提说他把烦恼断了，断了见到正德还要修，还得慢慢的磨练。让他们做一件错事儿，那得妄心猛力，马上就做了，赶紧起善心，要想把这个所做的错事儿究竟转来，那你可付出代价就多了。这跟我们这个道理是一样的，当我们起心动念造业的时候，越变越粗，越变越粗。来自从我们的明白了学佛开始，对，开始说我们一般的佛弟子，你得先皈依佛、皈依法、皈依僧，
说我自学看很多经论，你不能算佛门弟子，非得皈依佛、皈依法、皈依僧，得受三皈，这算佛，重新皈依佛开始。这个我们一般的从四相上说，皈有佛相，有僧人，有三皈的法，是从四相讲。从理上讲呢，这个三宝是自性三宝，返本还原。皈依三宝的时候，恢复你自己的自性的佛宝，自性的圣宝，生跟佛，佛跟生合，合就是法。皈依自性的佛法成三宝，在我们一般的说，我只要依着一个师父皈依三宝就入佛门了，这个不行啊。你看我们出家的师父，但是在家我们居士道友们四众弟子，比丘、比丘尼、优婆塞、优婆夷，这四众弟子每天念经开始，或者你拜忏，最初一开始都要皈依佛、皈依法、皈依僧，要么念念皈依三宝，不是那个受三皈，皈依三宝，要念念不断的皈依三宝，时时的皈依三宝。你念哪一部经，一打开开经，一定皈依三宝。如果大家念华严经，华严的普贤横品十大愿望，皈依三宝，皈依三宝就证三大愿，皈依三宝就忏悔业障。这三宝是长时的，不是短时间的。为什么？这就叫觉知，这叫觉意。说我们自己的觉意不够，觉的力量不够，又叫三宝的加持。说念念不忘三宝，第一个念三宝消除业障。假使没有很多佛弟子信了佛了，说还招魔，他的佛堂还有磨难，赶脚还有鬼神来，他自己不自觉，你皈依的不真实啊，你并没有真正皈依佛法僧三宝。你真正皈依佛法僧三宝了，哪有这些个磨难呢？鬼神还来得到啊？就你皈依三宝的时候，护法神都在你身边呢，他不是护持你，护持三宝。因为你念念不断三宝，念念得到三宝的护持，怎么会还有鬼神呢？还有我好多佛弟子说鬼鬼迷住了，他的佛堂有鬼神出现，那就问你自己了，你皈依三宝不真实，起码你表达这么个问题。如果你真实的，怎么会还有这个现象呢？你知道皈依佛有好多护法吗？皈依法有好多护法，皈依僧好多护法吗？心要真，愿就切，心不真，愿不切，三宝的护持力量加持不到你。三宝是普遍加持，是你自己不要三宝加持，你净打妄想。再说不好一点，说深刻一点，欺骗三宝，这个我们大家可以想得到的啊。但是能不能减少罪障啊？有没有福报？福报是有啊，但是皈依三宝了，随便你是假的，乃至你见个形象的，这个福报是人天福报啊。是财富上，在生活上，啊，是这些个。但是你要了道，
想要成就那个皈依三宝，是要你的心跟三宝合而为一。就是讲解心体啊，这个心体、啊、一提念头不清净了，不清净了，起念就分别，这就是本觉的原来的相。一起心动念了，失掉原来的相了，从本觉产生不觉，本来是清净圆满的本相，就是心经所说心的本相是什么样子，无挂无碍，不垢不净，不增不减，没有妄念，
假使一起念头，起念头就是妄了。所以妄者呢，起念分别、缘虑啊、见闻觉知啊，这个念头呢是念念相续，永远不断的。它会生出一些境界相。这个在一般的人在大乘教义里头讲啊，原来这一心是如如的不动的，一起念一动，就生出了三种心相，三种心相。再讲外边的缘，境界为缘，那越长越粗了，就剩六种的初相。在刚一起念的时候，心所缘的相没离开心，还是真心呢、但是这个的真如呢叫离念真如，离念真如。在你心一动念的时候，微细的分别，微细的分别成了业相、转相、现象。一念不觉生三系，一起心动念的时候，里头就含着三种相。业，业就是我们说的八识，八识里头出相的时候就转，转了就现，现就是表现，要现境界相。这个是很微细的了，起念分别有意想这些个事情，它就渐渐产生境界相了。在这个心里的三细相之中没有境界相，断的时候可就难了，起入之间业相升起转向，转向升起现象，八地菩萨断现，九地菩萨断转，十地菩萨断业相。那我们要修到八地的功夫，那就很难了，那不经过多少一劫了。所以这个时候由越转越出，这起念了、分别了、缘意了，他就相续不断的念。这个境界咱还没达到啊，讲义是这个原来本觉的心升起皆相，有细有出，出生的叫细，由细而转出，越转越出，有的相续不断的缘虑意念分别。这个时候要想去分别这个相，叫智相，智慧的智啊，志向得提地菩萨才能达到。一有志向分别了，越分别越出，而且这个分别不停止，相续不断，它叫相续相。相续就起执着了，执着好的要取，执着心起坏的就要舍，相续心起知相，相续相，这一取舍呀就起业了，起业了。那就是好的取，坏的舍，舍舍不掉，好的取取不掉，这个都属于我们见闻觉知分别。
咱们的意念，咱们的觉悟明白和想什么求知，这求知的心，但是有分别，这就取舍好坏。这心呢，越生越是虚妄了，离着真实就远了，见也见不到，摸也摸不着。这个情况呢，咱们现在还达不到，但是咱们知道，从经上佛菩萨教导我们知道，我们知道我们这起念的是分别，是妄心，因为你起妄起念，念要找境界相，念头一生就出了现前境界相，这个境界相也是一直本觉而有的，一直本觉而有的是虚妄的，没有他的虚妄的字体呀、啊，没有字体，见也见不到，摸也摸不着，所以就叫妄。在这个时期内，这段时间内，还是在心内，没到心外，只是心里知其身体相，自己分别，自己圆律。地藏菩萨讲我们这个心相的是分内分外，这个是内心相。那心外相是什么样呢？所缘心外相者呢，就是一切诸法现的所有形象了，外边的境界相。你一念，念就是思维，一思维，就外边境界相。前头那个心是能圆的，能圆的心它源于所缘，能圆心就圆心外的相，外相就是境界，在境界上相上头起执着，这就叫心外相。知道了内心的差别，才由内心起出外相的，外相就是缘分，缘相的心。前面是能缘的，这个是很细致的啊。对一切法，一切法都是代表意思，说一切法就一切境界相了。因为你执着现前境界相，内心就起差别了，以前业转向没差别，还没有起差别，从自相相续相一下就起差别了，起差别相。地藏菩萨教过我们，教授我们呢，说你要知道你内心的妄相，内心的妄相，把内心的虚妄想，是内心的妄想啊，咱们经常说妄想妄想，这是因是体，所以我们妄想妄想，由妄想而生出了很多事物，所以说这个妄想呢是心是体。也给一切法作因，因一定感果，感的苦报啊、乐报啊、受报啊，说这就感到种种差缘了。有内心的妄想感出外道境界相，这就妄想纷飞了，那就去起了种种作用。但是从种种作用不离开于心，这就是经常所说的
万法唯心。但是反过来说，心生万法，万法由心生万法。在升起的时候叫因，因一定刚果，因必刚果。果是体，体呀、啊、一定因心而起作用，因果也好，体用也好，唯此一心。心外呢无法，一切法都是心生的，还归于心，心外什么相都没有，所以心上在种种法生，心灭为种种法灭。因此我们知道，内的虚妄的相是一切法生起之因，是一切诸法之体，而产生的外头的妄想，内心的妄想产生外头的妄想，外头的妄想就是用，就是果，因必刚果，体必有用。咱们讲的因果体用，在这个里头包含着起惑造业。那你从相反的说，我们要是修道消灭惑，不要他造业，把所造的业还归于心。因为我们对外相不能理解的，这是迷的作用。对外相啊，你不能理解，你不知道外相就是唯心，所以万法唯心所起，但是我们不知道，不能理解。所以在心内相而产生心外相，内外全是一心。所以我们经常说佛教讲万法唯心呢，它就从这生起的。地藏菩萨打个比喻跟我们讲，什么叫心外相啊？若你做梦所见的种种境界，那是你想成的，内心的思维所想成的，或者外头的所有事物呀，又落过于心的影子，都是心起的。说心外无法，一切唯心，佛教讲一切唯心是这样讲的。因为一切众生对于外相啊，他迷了，不理解，不晓得外相就是心所生的。因此地藏王都跟我们说，一切境界相都是这样子，都是唯心相所做的，没有一切是外头的，都是内心所起的。这是我们上来所讲的这一系列啊，一切境界相都从无明而起的。如果我们不理解微明，就像我们做梦一样，业转现，这三相就细的。自相相无余相就叫实了，就叫咱们说知识，知识知识本体，实是作用。这时候取很多分别，因此呢，这是心法的缘起，心缘起法，就咱们的心呢，所缘念而起的一切相。
所有缘起一切境界相，咱们知道了，不是真实的，是心生的。生由心生，灭也得由心灭。心生种种法，心灭种种法，心灭故种种法灭。这个问题只是前头这个大致这么一说，地藏菩萨要给解释这个问题，说因此应知道我们的心是它是念念不住的了，没有停歇的时候，念念不住，换句话说念念不停。比如我们睡眠的时候，没有用心的时候，你心照样的活动，并没有停下来，这演变的就是你所有做的做梦，心没停，妄心圆妄境，你内心念念不住，你所见的、所缘想的、所修的一切的心境，它念念不住的。因此，在我们佛教说，心生种种法生，心灭种种法灭。我们是这样讲万法唯心的。但是这个道理，这都叫这个道理都叫的心生灭门。这大乘起修论讲一心二大二门，哪二门呢？心生灭门，心真如门。因为要讲生灭相，生灭相没有实体啊，单有个名字啊，只是名言而已。你要找就实体，没有，实不可得。说地藏菩萨这一段经文告诉我们，应当知道你的内心念念不住的了，你所见是内心所见，所缘的外边去境界相，那个境界相也是你心起的，内心起境界相，内心缘自己境界相，念念不住，在这个义理上，所以地藏菩萨告诉我们了，你一生心，种种法就生了，说你不生心，种种法就灭了。但是这个种种法，这个生灭，但有个假名，你找实在的东西啊，得不到。没有实在东西，都是假名而已。所以让你的心不要住在境界相上，心不住境界相，一切外边境界相也不来你的这心。这个道理很难得懂，所以地藏菩萨举个例子，像你照镜子，你照镜子，那镜子像是真的吗？是假的呀？镜里头有像吗？没有啊。你不照的时候镜子里没像了，无来无去啊。说在一切法求个生灭的定向，我们找一个定向。什么是生灭的定向？即属于生灭，就没有定向可言，但有个名字啊，实在不可得呀，得不到个真实的。咱们的心没有住在境界相，境界相也没来到心，所以说净宗相就这样形容着，相也没到净宗去，净宗本来也不能生相。照镜子有什么来去吗？没有。因此说一切法
要实在求个生灭相，找个生灭的定向，怎么样升起的，怎么样灭的，不可得。为什么不可得呢？一切法毕竟无体，本来是空的，常空，空的还有生灭吗？空中也没有生灭。这一段就是讲的不生灭，生灭是心，不是法。说心生过种种法生，心灭过种种法灭。在我们讲占察三那也不经讲这个就很短，寥寥这么一说。因为这个时候当机众是坚定信菩萨，地藏王菩萨跟坚定信菩萨说的，那他这么样说，知道坚定信菩萨，当然坚定菩萨一定能理解了。但是我们众生要来学，得深入，不是我们短暂就能进入的。从语言到你内心的思维，你加修正就证实。你观察你这个心，所有的生灭，一天起心动念的，咱们以为心又升起了，又灭了，生也是心，灭也是心，咱们叫思想啊，咱们经常爱说思想问题。思想问题呢，就是生灭问题，生灭问题呢，就没有个生灭相。所以外边一些境界差别相。时时寂寂没有的，是寂静的。把这个没有的自信的自信的，这个是自信心啊。名为真如第一义谛，自信的清净心，本性的清净，湛然圆满。不起分别，因为一切法本来是没有的，是不生不灭的，没有生灭的就是没有，没有生灭相，哪里有一切法呢？但是境界之中有差别啊，在这个差别上相归于体的了，相归于性。说境界差别的相啊，没有个来，也没有个去。地藏菩萨举那个镜中相，你说那镜里头有相吗？没有。嗯，你人没照的时候，那镜中相有吗？不只说人了，反正你看镜中一切境界相吧。没有，说相的本体没有差别的，为什么空的，不是实有的，也就是一位没分别相。说我们一切众生的心，清净那个心，在凡夫。不减，没有减少一点，在诸佛在圣人也没有增加，这个心是平等平等的，再凡不减，再圣不增，也没有来去相，无相，但是这个心是遍满的，如虚空一样，以此他能建立一切法。这个相是讲的什么相呢？讲相啊，心相。
前头地藏王菩萨跟坚定菩萨讲的心，解释心是什么样子，解释的心相，这个相还是心，没有什么样子。不过在这个地，在这个地方讲的很了，因为地藏菩萨不是跟我们大众说的，是跟坚净信菩萨说的，说的很深入很了。跟我们一般讲教理说，或者一四教，或者一这五教，或者一这唯识，那讲的就多了，从粗浅到深入。在这个地方讲呢，就讲究这个清净的本心呢，是没有分别的，没有分别，哪还有个木轮轮相呢？前头半部说的是一切凡夫，后半部说的一切圣人。你要借助持法，必须得把业障消了，所以让你先忏罪，把罪消了才能学习唯心法门。后半部就是唯心法门，单讲清净心，清净心是什么样子，没有分别，片一处，什么地方都有心，以这个能力持受建立一切法，说万法为心，这个就说的心生万法，这个清净心是圆满的，没分别的，跟佛是无二无别的。佛是修成的，我们是本具的。如果我们本具不具这个清净心，你怎么修也修不成佛。那简直都是一些石头把它煮成当饭吃，办不到的。石头就是石头，石头不能变成大米，但是差别，对。但是这个清净心，只有一体一体，一切善法，以这清净心而建立的。一切哪法呢，也是以清净心而建立的。心无善恶，如果有决定性的话，你断恶断不到，修善修不成，这不是决定的。这样来印证我们的心，来印证我们的心啊。当然了，你要明白这个了，你也不会用占察轮了。用占察轮就是显现的。在佛界、佛法界，它都是如妙用，佛利益众生都是用，在用上显相相亲。佛有无穷无尽妙用，诸大菩萨也有无穷的妙用，从用上显心。凡夫呢，从体上明心。因此啊，这个心就叫如来藏。具足了无量无边、不可思议、无漏的清净功德之业。在这地方加个业字，业是作用业，作用是修行而显现的意思。因为这个样子，你才能够不是原来本具有的，你修也修不成。就像我刚才举例说吧，你煮石头让它成饭呢，办不到的，因为它具有，所以它能做得到。
这个彼心名为如来藏，如来藏者，如来藏的解释为就是真如。为什么叫如来藏不叫真如？因为两种含义了。真如已经在烦恼当中叫如来藏，这个意思大乘起论这样说的，华严经这样说的。如来藏性，如来藏就是真如在凡，为之如来藏。那要真如除了烦恼障之外没有烦恼，那叫法身。法身是清净的，彼心扶持彼心名如来藏。这个彼心呢，就是一切众生现前一念心。咱们每位道友，你现前这念心就具足如来藏性，就是我们现在的一念心的体，现前一念心它的体，它具足了无量功德的业用，含成有。人人都能修成佛，人人都有如来藏性故，所以能修成佛。如果你没有，你绝对修不成。因为我们现前众生的心具足了无量功德之业，无量功德业在你现前具足了，这个就叫如来藏。这个心跟已经成就的平等平等，已经修成了，诸佛正在此个法心，众生迷了这个法心，那众生也悟了呢，众生悟了就不叫众生了，就是佛了。这个说个缘起，缘起啊，缘起就是修，缘起，缘起就是如来所修的一切的行，证了果，就具足了无漏性功德了。如来一切的不可思议的功德怎么来的呢？行来的了。行来的，他的功德是行修行证了得了的。假使没有空意，空力见没有空的意，这个道理，功德建立不起来呀、啊。建在什么地方？所以，一直真空建立妙有，含着真空不空。妙有呢非有，妙有不是真有，真空是不空的，它具足无漏性功德。妙有非有即是真空，以诸佛的法身从无始以来无障无碍自在不灭，一切现化种种功德，恒言恒常之言为正修习。所谓骗一切世界，皆是作业，种种化一故，一佛身即是一切诸佛身，一切诸佛身即是一佛身，所有作业一切共一，所谓无分别相，不念彼此，平等无二，
以这一个法性，一法性而有作业，同自然化，体悟别异。这经文呢，你自己看起来感觉着很多不可理解，不能进入。这个义理啊，都是显性的了，显我们那个心体的了，这是纯粹说理呀、啊。在理性上讲，进入很难，那就得从事上加譬喻，加我们生活习惯来印证。那你要把这些问题啊，都把它理解在你生活当中，你就渐渐能印入了。一切众生跟十方就祝福无二无别的体啊，这是本体。从理上讲，本来没障碍，体本身不生灭。在相上、用上就不同了，这里就含着个业了。体虽入世，相、用不一样了。为什么不一样了？这是讲悟啊，众生翻过来迷了，迷这个体了，迷这个体了就变化了，在用上不一样。体虽同，用有差别。这个道理我们从我们的生活当中现象上讲，我们都是人。那分别差别就大了。人有各种种类的人，白的呀、黑的呀、黄的呀，还有红的呀，这就不就不同了。但是本身都是人，人性是一样的。虽然我们与佛无二无别，由于执着，一切众生的人我执、法我执、无明障，这就不同了。这些个业也是骗一些处的，骗一些实的。祝佛就不一样了，是报化不一样。祝佛是修成的功德，修成的恢复他原来的法身，这个修德当中跟众生就不一样了。但是修圆满了，修无所修，才知道还是恢复原来本具的。说十方一切诸佛化度众生的事业，都是度众生成佛，
但是叶润不一样，阿弥陀佛就实现极乐世界的度众生，释迦牟尼佛就实现娑婆世界度众生，这个不一样了。而诸佛的法身同的呀，也偏一些处啊，都是佛佛道同，圆满不动。但是他能随众生的缘，每个佛随每个佛度每一类的众生，随众生的缘。诸佛如来的法身偏一些处的，十法界都具足佛，那是地狱道，他也具足佛性啊。这叫如来随众生。而众生要学佛，逐渐的转化，那众生要学佛，众生也可以成佛，这叫流转。那么一切诸佛与众生不相离，同一体性，体性是不相离。诸佛给众生恒常为一，众生依着诸佛所说的法教授而能成道。这个道理呢，地藏菩萨举个例子，譬如虚空能容受一切色相种种的形类，虚空是包容一切的，什么色相现都可以。那一切的色相就不一样了，种种形类，还有包括一切众生啊、畜生啊，还有无情啊、山河大地啊，都不一样了。但是能离开虚空吗？不论任何成长生长都离不开虚空，同住在虚空当中。虚空是总，一切种种形象是别，这些个别都在虚空当中，为虚空所设。那虚空就是一切的物质的体，依着虚空而建立的，没有一事物能够离开虚空而单住一个地方，不可能。虚空之外没有一个地方你可以住。在这一切色相在虚空当中，虚空永远不会毁灭的，一切色相随时变化，随时变化。那一切有形有相的东西化了，还归于虚空。咱这地球到化的时候，毁灭的时候，变了微细尘，微细尘又还于虚空。虚空有能毁灭吗？虚空永远不会毁灭，一切事物生长毁灭，生长在虚空中，毁灭还在虚空中。在虚空呢，是不增不减，不动不变。再拿虚空来比喻啊，虚空就是一切众生之体，也就是拿虚空形容着诸佛的法身。诸佛的法身以佛肉身啊，像虚空一样能容一切众生的种种果报，在你做的很多的因，因一定刚果，众生种种类类，
所受的果报不同。那么一切众生的果报你是什么来的？一切众生的果报皆以诸佛法身而建立生长的。诸佛的法身即是众生的法身，众生的法身即是诸佛的法身，那众生的果报是诸佛法身。诸佛法身摄着一切众生，一切众生的法身的体跟诸佛无二无别，没有一众生说是出离了法界身之外，没有，都在法界之内。咱们讲万法为心吗？这个法是指心，法即是心，心即是法。说心生种种法生，心灭种种法灭，都为法身所摄。没有出于法身界外的。当知，这是地藏菩萨跟坚净贤菩萨说呀，要知道众生的身中，一切众生的身的身中，诸佛的法身是不可毁灭，一切众生的心永远不可毁灭。假使众生没有一些烦恼，无明的烦恼断了之后，那也归于佛的法身。法身呢，是不增不减的，不垢不净的，不变不动的，这叫法身。这个是啊，假诸佛的法身跟虚空来比喻，比喻什么呢？比喻我们现前的果报。那众生现在的果报不一样的了，一个人有一个人的果报。这个众生包含着不止人类啊，畜生类啊，有情类啊，都是众生。那么依着这个含义说，众生的身就是诸佛的法身，诸佛的法身含着一些众生的法身，因此众生烦恼尽了，那又是回归法身本体了，那也是诸佛。法身本身呢，不生不增不减，不生不灭。众生悟了，恢复于法身。有那么句话呀，达得妄想死，须如法身活。如果你没有希望这些个分别，你自然就恢复你的法身了。法身是不生不灭的，与诸佛是无二无别的。那么样子，六凡法界，天人地狱恶鬼畜生；四圣法界，佛菩萨缘觉声闻；十法界，唯此一心。四圣是悟。悟的程度不同，分四个法界，四种形象。六凡是迷，迷的不同，六凡的法界。法身呢，是再凡夫没有减少，再佛也没有增加，法身永远如此，不动不坏，不增不减。我前头讲了虚空那些意思，形容就是法身。
拿虚空来形容法身，只有迷雾的差别。从了无明而分一切凡夫，断了无明而成一切。